的照相吗？啊、那真的啊？真的吗？那不真的吗？你觉得是真的？我觉得那个是，那个不是真的，不是，因为那主机是只有主机壳，电脑只有主机壳而已。电脑主机壳，你有特别去看过了哦？有瞄到了，哎，有瞄到，应该不是真的啦，只是基地而已啦。对对对，啊，所以大哥，你驾驶开车就你真的以为是真的？正常人会认为那是真的，哦，那我们就要派过去稍微看一下那子。啊，你先。台东县卑南乡东兴部落台九线368公里路段为易肇事与超速违规热点，为有效执行速度管理，本分局于东兴派出所前设置模拟测速照相权益措施，效果如同人行立牌，目的是提醒驾驶人行经社区路段提高警觉并降低车速，提供部落乡亲安全的交通环境。